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在摄影啊。咬屁股好可爱哦，再来一次。啊，不是测试而已。哎，测试而已。拜托帮我订阅哦，订阅，订阅，订阅。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。今天我来介绍 BAV15 KSC MP7 的转接座，转 M4 弹夹，真的是超级方便。如果有买 KSC MP7 的玩家，欢迎我们放在影片下方说明，欢迎到购买。再来介绍，因为有些客人他问我说要如何装瓦斯，现在来。教解如何装瓦斯，因为 BAT 有出很多转接座，怕有一些客人不会。瓦斯就是先把这个头拔开，变成这一根的时候，它附上去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会转到底的哦。转到底的时候，你先把它往上转，转高一点，转高一点之后就可以，这里有螺旋，就直接对准就可以装上去了。对准装上去，装上去之后，把这个往下转，让它瓦斯出去。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就直接把它转到底就好了。转到底之后呢，接上我们的转接座，这样瓦斯就已经上去了。上去了之后呢，接上弹夹，接上弹夹，然后再把枪上膛。有蚂蚁，蚂蚁，上膛，之后就可以打了。我打到杆子哎。我打到那杆子，那个最远的那个很细的那根，最远的没看到哎，最远的眼睛不好，好吧，没关系，等回来。然后如果想要知道啊，有点痒。如果想要知道这个转接座要如何组装。拍卖上面都会有组装的程序，会写步骤一、步骤二、步骤三、步骤四，可以慢慢的去看，看了之后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补充一下，拍卖是指露天拍卖，是冰淇淋生存游戏的露天拍卖，跟冰淇淋买有保固哦，不，售后服务哦。不是保护哦，是售后服务。不要买错间哦，是冰淇淋生存游戏。拜拜，不是拜拜，等一下见。冰淇淋现在来打一拳，不要学我一样哦，我装备是不合格啊，不要检举我哎。OK 啊，先打一拳，打一拳，每个铁桶跟铁皮都打一枪。A few moments later.
想再来挑战一次快的，因为啊，我忘记戴了帽子，所以就用我的安全帽来戴着帽子，是不是很像头盔？这一顶200块而已，这个台中机车行买的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快的哦 ，Go。想啊，我会惊啊！安怎？我是掉下去，机械投降。因为刚才我刚用的那瓶瓦斯差一点点，我把它打完了。不是瓦斯掉，是瓦斯没了哦。OK， 等等继续剪。刚才因为器械投降关系，现在我只能开大招，换了一瓶瓦斯，换了一个弹夹。等一下，要是我再失误的话，我就去尿尿。OK 吗？你要喊多一口吗？等一下，要好，今天的一口就够了。Go！你是阿伯哦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滑哎，很危险的，然后我滑去他。你知道我在偷路吗？是，你好笨掉。今天的影片终于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我想一下哦，这边的话，这边对。偷偷跟你讲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拜拜。没子弹了啦，是吧？今天打了这个450发，又打了两个300发，今天总共打的750发。你数学有问题哦，两个300发的呢？哦，680。1050啊。哦，因为我看到灰体了。